大家好，欢迎收看从田园到餐桌栏目，我们将带您追根溯源看产地，寻味原汁原味好食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获得2024年江西省民族乡村特色菜金奖的一道美食——鱼肉之恋。鱼肉之恋呢，是来自于上饶市鄱阳县的特色菜品，它的制作融入了当地的独特元素，像鄱阳的鲜鱼、散养的土猪肉，最关键的是用当地的湖水煮活鱼，这鱼和猪肉的结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呢？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溯源之旅。鄱阳自古稻饭鱼羹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鱼是蜀道之外的主食之一，长此以往，食有所择，会有所究。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鄱阳，当然是要体会一下、品尝一下当地的特产了。那么老板呀，约我们在这儿见面，说在这儿能抓到鱼。哎呀，不管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找找他吧。走。哎，我们好像看到他了，去看看。哎，吴大姐你好。你好。哎，你这是在干嘛呀？我在喂鱼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螺丝啊。螺丝，用螺丝喂鱼。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吃这么好呢鱼？它有一种鱼是专门吃螺丝的。哦、嗯、现在是就喂了是吗？这一撒下去、我的妈呀，这个鱼一般就是吃螺丝。哎，对，吃螺丝。它还吃其他的吗？有的吃草。吃草、杂食性动物。你现在这个是要喂，把这些全部都投下去？我能试试吗？来来来，我来试试啊！直接这样撒出去，这样泼过去，我来试试。这个是不是还有点技术含量？哎呀，这怎么撒了这么多也看不到鱼啊？鱼在湖里的，走，我带你们去到那边去。去那边？今天我是来找这个鱼肉之恋的。这个鱼在这儿能找到吗？我们去钓。去钓。去钓。走走走，走，赶紧走。在鄱阳县4215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水域面积948.7平方公里，境内大小河流225条，总长2070公里，因此被称为中国湖城。优良水域资源非常适宜鱼类生长繁殖。这个螺它是等会儿要给它敲，要敲碎，敲碎把这个肉挂在这个钩子上。哦，就是鱼要吃的这个。鱼儿。鱼儿。一般就是要先这个钓鱼前要先打窝，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就是那个多撒一点，多撒一点，给它打窝。来吧，来来来，来敲螺丝吧。这个螺丝，来教教我怎么敲吧。来吧，我都还比较会。来，跟您学学。就是把它打碎，这个肉取出来。调大一点的。我来试调这个大的。应该是不是只要把壳打碎？对，把壳打碎就可以。可以把这个肉也给一起打。看看这个肉。它这个处理的话是把壳要全部给它剥开吗？挂上去就行，不要剥。这壳也连壳一起带着。这个肉这样挂，要挂这个大的，这个肉厚的地方。就给它挂住就行了。下钩了。我是不是要站远一点？我站这边吧。不用。下钩是这样的，我这一拉，这个鱼这样一拉就会了。这样才能弹得远是吧？拿着。我来拿。它鱼标呢？等一下，不见了。来。啊，拉上来要拉。我调一下。调一下。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鱼标会沉下去？因为这个你这个调的太低了，水浅了。就是低就是水浅。你这底下嘛水深嘛，所以你这里短了，它这个鱼肉就会沉下去。所以我要把它拉长一点。你要把它拉高一点，
啊，现在再下，现在就可以再下去了。哎，浮起来了，这样就是可以了吧？嗯，这样可以了。然后就是等待就行了。嗯。怎么还不上钩呢？都等累了。嗯。老板，这到底有没有鱼啊？我怎么还没钓上来呢？有啊，钓鱼要有耐心的。看来这不是杆子的问题，也不是鱼食不够多，可能是我耐心有问题。那我就再等等吧。啊，快快快！来，鱼在动了，来，是有鱼了，有鱼了！啊，我，哎呦，我的妈呀！哇塞，我钓到鱼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我的妈呀！是不是什么鱼啊？这是鲶鱼。哇！哎呦，我钓到鱼了，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被我钓上来了。啊，它刺我，它刺我！咋这怎么咋这样子啊？啊，这样子，对对。那咋办？哇，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是我两个小时的成果，终于给我钓上来一条鱼了，真是不容易啊！老板，这条鱼我们今天能用吗？不行，这个不行啊！不行，走，我们到那边去钓吧。啊，这个、不行！眼看就到饭点的时间了，体验官，今天还能钓到鱼吗？这个有鱼吧？哦，你打了打了鱼过来是吧？打了鱼过来。打了鱼过来，那我今天这个应该是还有救。你钓不到了，我钓不到了。来来来，站好，来，过来，等来那个鱼打过来了。那我们就看看这条鱼，这条鱼有多大呀？我来看看，好大的鱼啊！哇塞，我的妈呀！这鱼刚打捞上来的吧？刚打捞的。来，我来看看，小心小心，慢点。我来看看这鱼。哎呦我的妈呀！哦，这么沉！哇，快看，我们今天抓到了一条大鱼，去找陈师傅做鱼去。陈师傅，鱼来了，看看我们这条鱼要怎么处理啊？好。哎呀，好沉呐！哇，天哪，这活蹦乱跳。那我们这个鱼要怎么处理呢？处理就是说，我们在烧这条鱼的时候，要把鱼鳞打干净了。那个鱼肚子里面的骨胆不要搞破了了，再一个黑沫把它要清理干净的，免得鱼腥了。啊，就是有三个注意事项。哎，对对对。啊，好，那我们这个现在处理呗。哎，对。好，来。好。处理鱼的时候，一定要用刷子或是钢丝球把鱼腹内的黑膜刷洗干净，否则鱼腥味很重，会影响食用口感。鄱阳水质优良，自然鱼的品质也上乘。咸鱼经过剖腹去内脏和鳃鳞，洗净腌制日晒精制而成。腌制过程有用到少许盐，不含防腐剂及其他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食品。哎，陈师傅，我们这个鱼肉之恋的食材已经在这儿备好了，这个是腌制过的鱼和排骨。那我们这条鱼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这条鱼我们也不浪费，今天把它水煮和红烧做两种菜。哎，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好，来，好，动手。好，您在这儿忙着，我来给你打打下手啊。好，我可不能闲着。来来来，这火还行吗？还可以，还可以啊。行，好，再加一点啊。柴火灶煮鱼，这个柴火灶煮的鱼应该会更香吧？哎，来，我来多加点火。锅中油温七成热的时候，倒入处理好的鱼尾，煎至两面金黄时出锅备用。再煎鱼头，加入料酒去腥，再加入水，放姜蒜，加盖大火熬煮30分钟，撒上小米椒和葱花即可出锅。鱼头鱼尾做了汤，鱼身也不能浪费，通常会将鱼身做成红烧鱼块，
把切好的鱼块倒入热油锅中炸至金黄色，捞出沥油。锅里留少许油，放入姜蒜、干辣椒段，炒出香味后倒入酱油调色，再加入啤酒去腥，加少许盐、白砂糖、胡椒粉等调味料后，加适量水煮至汤汁浓稠后，撒少许葱花，起锅装盘。接下来开始制作今天的主菜鱼肉之恋。热油锅中倒入切好的鱼块，炸至金黄时出锅备用。在处理好的排骨和炸好的鱼块中加入适量生姜和大蒜，下锅翻炒，加入料酒、辣酱、花椒、鸡精等调味料继续翻炒。这还只是半成品，还要再放入压力锅中大火煮20分钟才算制作完成。刚刚陈大厨啊给我们准备了三道美食，现在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么由吴大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道菜吧。好吧，那这个鱼是我们陈太太那种养的鱼，这个叫螺丝碗。螺丝碗，哎，这道菜呢？就是鱼一鱼两吃。哦，一个是这个煮的，煮，一个是红烧的，对。那这个鱼肉之恋，它是我听的这个鱼肉之恋，感觉就是名字就很不一样，很特别。因为我们平时的日常的那个餐桌上，要么是吃鱼，要么是吃肉，是吧？但是这个为了炒出来，又有鱼的鲜味，又有肉的那个美味。你这说的，我就已经迫不及待想尝一下了。来，要我来，我来尝一块先试试。你尝一下，啊。这个是鱼肉，腌制的鱼肉。嗯。嗯，它这个鱼跟我平常吃到的这种熏鱼不一样。咸鱼啊，它是这个腌制过的鱼，其实一般是很咸的，但是我这吃到鱼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咸，因为它可能是跟这个肉混杂在了一起，所以还带有一点肉的这种鲜美。就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腌制过的鱼，这种新鲜的鱼可以吗？新鲜的鱼它的肉哈，它里面鱼肉里面很有水分，所以它那个肉很嫩，放在这里面一炖呢，它就烂了不成形。哦，所以腌过的鱼紧皱，那个肉啊，它里面没了水分，晒了以后它就很紧皱，吃起来呢很有筋道。哦，就跟平常的这种鱼肉这种松软的还是不一样。对，就是一鱼两吃的那种红烧的，它那个主要是吃肉，这个主打的是喝汤，煮的鱼主要是汤，好汤鲜美。嗯，它这个红烧其实是。它外面外表有一层焦焦的，但是外焦里嫩的感觉，对，非常好吃。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就很期待，因为它这个鱼汤特别鲜美，我闻着就特别的那个鱼味特别浓。我来尝，先尝一下这个汤。嗯。哇，超级浓郁，特别好喝。所以它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刚刚之前这种大火烹饪柴火灶也有关系？这个是也是有直接关系的，都有关系。嗯，那个因为你这个是新鲜的鱼，捞用湖水煮，捞那个柴火灶煮出的那个汤汁，既浓又稠，而且味道特别鲜美。对，就是味道很鲜美。对。哎，那我们在这个农场里钓的这个鱼，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儿挖一个鱼塘呢？因为我们这里是个农业公司。农公司呢，那我们这里我是主打休闲农业，所以要建一个农庄，所以建农庄以后来的人又留住人，所以这里就这本身就是一个低洼地，沼泽地，所以把那个低的地方就挖了个鱼池，可以解决一些当地的老百姓的就业，他们可以种菜呀、养鱼啊，包括种田呐。那大概是有多少人？农容呢？30个人左右。30多个。嗯，都是周边地区的周边村民，就既能给大家带来美食的同时，还能够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就业。是，所以这个乡村振兴还是需要这个你们来努力。你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为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搭建平台，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从田园到餐桌栏目带您追根溯源看产地，寻味原汁原味好食材。咱们下期见。
动，师傅又被妖怪抓走了。那妖怪本领刚强，我们打他不过，还不如把行头分一分，就此散伙。我也回我的高老庄去找我的翠兰。呆子，你走，我看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哼，走就走。八戒回乡学法镜。哎呀，岳父大人，我回来了。翠兰都20岁了，都成老姑娘了，要不就把我们的婚事给办了吧。嗯 ？What？ 你呀，没有紧跟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我家翠兰还没满20周岁呢，根本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你呀，要娶我家翠兰，也总得置办点家业，我才好答应你啊。那我这就去进家当去。开荒，丰收。哎呀呀，你这是干嘛呀？怎么在这里爬起地来了？我在开荒呢，开了荒好种地，赚了钱好娶妻。荒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违法开垦荒坡地属于破坏水土资源。你呀，快别爬了。那我把这片树林全砍了，背下山去换点钱。不行，你不用担心我，我力气大，一口气把活全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私自砍伐树木违法，你把这片林子都砍了，还要交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那我这样吧，我把我家山脚下的那块地给你种，你快去吧。哎呀，谢谢岳父大人。你这种子一点都不饱满，一看就知道品质不好。啊，这可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里规定，因种子质量问题，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你快去找店家要赔偿吧。哎，咦，岳父大人，要不你这地我就不种了，我直接在这上头盖个房。你可千万别有这个念头，这块地是永久基本农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功能。另外，给我拿块地给我盖房吧。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我们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你呀，还是多学学法吧。看来还是要学学法呀。只有懂得法律，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现在就去学。作为一名专业演员，这几年我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是客服，你的快递丢件了，这边给您退货退款，麻烦填写个人信息。我是公检法工作人员，您的手机号与涉嫌相关犯罪，请配合我们检查你的资金，请将你的资金打入我们的安全账号。甚至哥哥网恋吗？不断更新话术和诈骗方法，只因为时代在改变，我们也要升级。你好，我是秦始皇，只要你给我打钱，朕封你为太子。神经病吧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施行呢？2022年12月1日。高发的五种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是：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怎样才算电信网络诈骗？当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和正面接触的方式诈骗他们的钱喽。全对呀、毕竟我是一名专业的诈骗犯。我的反诈骗宣传呢？那我说一些其他骗子不会告诉大家的事情。关于电信诈骗，一，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交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二，凡是刷单都是诈骗。三，网上购物或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四，自称公检法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五，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都是诈骗。六，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生活没有彩票，请不要给骗子可乘之机。